松本城到了，没有来过哎。长野县的松本城。死鸡松本城，看这个城池外面有一个小池塘，是不是？呀呀呀，对呀呀呀，我现在就要去松本城里面咯。你看我们要去的就是那个整个全部都黑黑的建筑，哇，有没有看到？爸爸，他去哪里？要去逛松本城呢，你要打卡了，到此一游。有没有看到？还有倒影，爸爸，哎呦，开心吗？对呀、啊，这个黑色的这个。耶、yeah! ！爸爸嘞？爸爸在哪里？爸爸在这里吧。这个应该就是城池的门口了。嗯。哇，今天现在这个天气不错哦，很漂亮的，不然有点变色。哇，我这种手拿不稳嘞。百年的松本城，这个是门票，我们要保护这一家。妈妈，来吧，我帮你。先参观了，然后拍照，等一下出来再慢慢拍。波波，你要不要往前看？头发怎么这么乱啊，包包？嗯，哦，我们现在在松本城里面咯。进来里面的话呢，要脱鞋。然后还要走这么陡的楼梯，因为他说楼梯是要给将军躲的吧，是吗？呀呀！所以每个人都脱鞋子的。爸爸开心吗？你是盔甲吗，爸爸？是。这里有非常多这样很陡的楼梯。哇，等一下这样。松本城了，终于爬完了。真的，里面的楼梯需要一些挑战，尤其是背着宝宝的时候。刚背着宝宝爬这个松本城，真的有点累。现在要准备上车喽，拜拜。松本城，拜拜。这张原来是历代的城主。
对呀、啊。Bobo 的松本城到此一游。叮咚叮咚，有没有叮咚叮咚？